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顶回甲各位讲到九十四页，头前面算到过来第二章。咱讲到烦恼呢，亲像一领网啊，甲咱打掉嘞，所以咱会去正法无信，去信邪法，去皈依六种的外道邪师。这六种外道邪师呢，离咱佛陀在世时阵，中印度、恒河迄个一带，恒河一带呢是印度最兴盛的所在，势力大，所以迄个附近人口侪，外道也特别侪。那么佛陀思想若讲经，就会披露这六师外道。是安怎？伊较会要来披露这六师外道，因为这个六师外道的理念，就是咱世间人错误的观念。第一个，这个外道呢，就是宣下的毗罗提主，这位伊就是主张怀疑论。伊无承认，伊无认知有普遍的正确性。伊主张不可知论，而且伊认为道不需修，毋免修。经过八万劫，自然你嘛是搁一个要搁得到。所以伊即种个理念，即就是呢，伫咱佛教个立场讲起来，确实就是外道。也若第二种呢，个外道师就是阿悉多悉夏钦婆罗，伊个理念就是唯物论者，伊就是快乐论者，金玉有酒金雕醉个人，啊！伊否认因果论，伊无相信因果，莫讲因果，讲迄拢是要吓惊人个呢，讲迄拢嘛是无影，对。所以呢，人死就啥物拢无啊，咧惊啥？那么这种个观念，嘛是较济人爱信啊。所以伫印度呢，因叫做呢奈罗克耶派，奈罗克耶派就是这派个人，伊个理论，伊就是咧弘扬这个唯物论者。嘛是有信徒啊。第三种的外道就是瓦克勒库舍勒，伊是宿命论者，伊是主张自然论的，伊主张苦乐毋是对因缘，是自然产生的。也伊即种的观念，嘛是有人会当符合啊，嘛是有人会感觉讲对啦。第四种的呢，就是富兰拉加舍，也这种的人就是无道德论的，伊否认善恶的业报，所以毋免修，修嘛无效，伊就无善恶啊，做恶嘛毋免惊，嘛毋免做善，即款的理论嘛是有人会当接受啊。第五种的呢，一外道就是罗诃陀伽坚连。伊是主张无因论，伊个即个感觉论者，伊认为讲地水火风空、苦乐、灵魂，拢是独立个要素，所以伊并无因啦，无迄个原因个啦。也伊即种观念嘛是有当时嘛是有人接受个，所以历史外都是足侪信徒呢。第六种的这个外道呢，叫做尼堪德六提主，伊是主张呢苦乐、祸福、
拢是情绪所做的。所以，伊是印度是一个锡纳教的创始者。印度锡纳教是一个足大的教啊。因呢，无必要讲，即世人着安怎来修，安怎来受着即个来应受着伊的想法。伊的理念毋是安尼。那么，即六师外道，当时佛界定位讲，即六种的理念拢外道。无正确，因为第三种、第四种、第五种的拢属于呢，二是比丘派，甲第六种的呢，拢属于叫做苦行主义。所以印度呢，修苦行的足侪，因为因这六师外道的影响，因去修这个苦行。那么第一种的呢，以外其他拢徛伫唯物论的立场，因主张着自集说。自集说就是集在一起的，所以六师外道所读的这个理论，全部拢予释迦佛家推翻。释迦佛呢，家雕刻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当时伫印度的时阵，实在讲起来呢，无人敢甲伊论辩论的，96种外道拢甲伊辩论拢倒，伊毋得叫做雕艺师，叫做无上师。咱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，毋过各位，外道教阁袂少呢。咱台湾的外道是有够济，因为即摆宗教实在是太自由，自由甲吼，无法度去控制。台湾的即个宗教是自由，所以袂去甲你控制，讲你即邪教你就袂使弘扬。你去大陆看卖啊！大陆吼，连法轮功，伊都唔予伊呢道场哦。伊政府呢是安尼用足侪心血，佮开足侪钱，就是要对付你，就是要对付你。所以讲起来，宗教呢，伫台湾呢，你邪正，你拢有人信，你拢有教导，所以政府嘛袂去甲你管。伊政府的官员。伊家己嘛毋知影你是邪正，有时阵你也看到足心塞个。迄大官、总统、院长级的、部长级的，照常人个邪教嘛是甲请去咧典礼，嘛是请去咧致辞，嘛请去咧讲话。有时阵你也敢若讲，哎呦，啊，较高遮高水，因为伊嘛毋知影伊迄就是邪，伊嘛感觉讲伊是一个人民团体啊。啊，只要一个人民团体，就是伊。伊的即个票源就是伊的百姓啊，伊嘛是同款呢，去甲支持啊。所以咱伫即个信仰宗教的过程内底，拜佛，如果你若是理论较偏的人，你拢会偏伊即个外道，你行动会较怪异。反正咱若是讲要好好学佛。思想着爱较单纯嘞，咱佛法这是有可根可据，绝对不迷信。你一定爱会当去找出这个呢正法出来。你若是呢，佛讲迷信的人会失去正法，会走入邪法，会迷失圣道。就会做了三业不净之业，因为三业不净会衍生十恶业，所以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非就是向三恶处的所在去咧报道，都是有这个原因。啊，总是众生只要你的思想偏差，你所信的宗教，你就会产生着为着宗教而去造业。下面咱阁看94页的第三段尾流，讲以此度土中有诸菩萨摩诃萨，以于过去亲近供养无量诸佛，以入诸佛功德大海，以自诸佛本所行道，皆共集会来自五所，同为五缘。各位。咱头前面解说遐济吼，你毋知，还阁会记即
世尊是咧甲谁讲呢？咱头前面讲遮侪道理，就是世尊咧甲地藏菩萨讲，当初，即个是咧合法啦，合迄个国王，迄个国家内底无新王登基的时阵，迄个国家内底乱乱乱甲安尼，即个情形。即马佛讲到即个世间，伊还袂来到即个娑婆世界的进程，众生就是安尼，信邪多见，烦恼遮多，所以呢，做到遮多劫。即马这还袂讲到伊来嘞哦，所以世尊讲到遮的时阵，伊就讲出即个呢，发起人咯，讲依此道中，就是讲。咱众生因为邪知邪见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阵嘛唔知影要安怎行，所以这个国土内底其实有真侪菩萨哦，这些菩萨拢已经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在迄个无量诸佛的会所求福求慧。因也已经进入诸佛的功德大海，这菩萨坐搁看，因的功德甲智慧也已经到甲自到诸佛的本源所行之道。换一句话讲，这菩萨嘛是入佛位啊，这大菩萨全部拢伫这个世间，因为咱行邪的人呢，会邪的人无看到正法啦。你今仔毋是信佛，毋是拜佛，你要哪会知影讲有佛法？同款道理，即嘛世尊讲，讲即个世间内底，遮邪的人毋知要安怎行。其实即个世间内底有足侪大菩萨，遮大菩萨的境界，遮大菩萨的经过，因嘛是有相当的地位。即嘛，遮大菩萨，逐个人拢集做伙，伫即个大集会上。要来请问佛，来同齐来对佛讲，哦，这大菩萨到底要甲佛讲啥？下面这话就是这大菩萨甲佛讲的话咯，哦，讲你已过去，已修无量布施、调伏集精、施罗精进、勇猛、难行、苦行，一切彼满。是诸微妙福慧方便大慈悲等，强所庄严大功德藏，是一切定中持安忍诸地功德圆满大海，无忝无狂身形中大相好圆满，忍辱柔和端正殊妙，不朽依他修菩提道，一切智海一直圆满。成就最成美妙用性，能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导师，亦能安慰一切生死怖畏众生，以作亲友，大慈悲等无量功德，强所庄严是极乐伽顺道，极乐伽摩尼伽娑婆如来等护持真主。咱即马先看到遮就好。遮个大菩萨，伊甲佛呢来讲出佛的过去所修的行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修三大无间之劫，行菩萨道。遮个菩萨有可能曾经也是。在东道的这个伴侣，所以伊就开始开口讲，讲佛啊，啊你过去嘛是已经修了无量的布施道啊，有影啦。世尊修布施修上济，伊布施金银珠宝，布施性命，布施骨髓，布施这肉，布施业会。伊做布施是布施，甲连伊个脑都布施出去。伊讲你呢，嘛曾经调伏过呢，足侪众生啊，啊
你要调伏众生，你爱修忍辱道啊，爱有禅定的功夫啊。你有禅定的功夫，你有忍辱的功夫，你现在当去调伏众生啊。这世尊有影嘛是修甲修界济，搁持戒。世尊是持戒庄严、清净，而且伊对布施、持戒、忍辱拢是精进，无懈怠，无退转，伊是勇猛精进，乃至甲修甲法界，伊就是呢六道万行，伊拢总做甲到。这实在是难行可行，伊一切拢具备圆满。佛是一切微妙行中。福慧双修，时常用着伊个方便法门来发大慈悲心，来顶及其他，用着伊个四无量心来度众生，用着六道四定共同来修福修慧，来庄严伊即个佛心。你积了大功德种，即是佛的一切定。以种一切善，持一切法，安住在忍辱波罗蜜，伊所修会功德圆满，这搁深搁大，譬如亲像大海，佛的功德具足，所以相貌佛身是相好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的随身相好。这是对对来对于修这个无忝甲无狂，所以相貌生到庄严，这就是唔捌骗人，唔捌怪人，唔捌讲唔对的话。这相貌呢，这生到庄严，所以伊用着伊的真实法来度众生，伊唔带身躯生到悬大，长六金身，佮有三十二相。各有80种的随身好，这个圆满相，拢是对对来，对伊的忍辱柔和而来得到。所以咱人爱学佛的忍辱，忍辱行的人，伊的相貌会庄严；性地甲朴素的人，伊的面相袂好看，因为你的个性急性。薄色，所以你的面相呢，会较凶恶，会较歹看。人俗语人讲，讲歹看面的。也是安怎佛祖的面，人特别爱看，因为伊修无忝无狂，伊修忍辱行，所以伊的面相实在是讲起来无法度通去披露。佛的智慧，可比亲像大海。因为伊从来毋捌去修其他的道，伊拢修只有干那修菩提道。伊安怎牺牲奉献，就是为着菩提心，为着菩提道。伊就是为着要升定正觉，所以伊修一切地、一切地地、道种地、一切种地，拢修甲所有智慧圆满。佛伊所修成就的三十二相。最殊妙、最好的样式，就是伊的法相庄严。伊会当做一切声闻因果独觉的大导师，会当引导这小圣人趋向着大圣，佮会当安慰着一切生死中惊恐怖畏的众生。伊会赐予众生。做依靠，予众生可比亲像伊的亲人好友，予伊得到安全感。佛伊看到六道众生，可比家己的亲人，可比家己的好友。这就是因为佛具有大慈悲乐、大悲不苦，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伊共同所庄严而成就。那么，佛每一尊佛拢具有遮个即个好处。即马下面，伊就来讲到呢，
过去的这这个七佛如来，也离过去有拘留孙佛，这个拘留孙佛就是结罗伽孙陀佛，结罗伽孙陀就是拘留孙佛，即七佛中的第四尊佛，就是现在现劫一千佛内底最头一尊。那么此佛，据说讲起来叫做结罗伽各地，伫咱遮讲起来，所以讲所应断依断，合掌依断就对。所以结罗伽孙陀，也果然这边叫做成就美妙，是现劫中的最初佛。那么有关于拘留孙佛，离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十的念七佛品讲，讲拘留孙佛欲宏大光明，自行者前，其佛身中二十五游旬，圆光二三十二游旬，通身光五十游旬，上好具足如紫金山，见此佛者常生净国。不处胞胎，临命终时，诸佛世尊必来迎接。这是咧讲，拘留孙佛伊的这个相貌、甲伊的形象、形体，乃至讲，你若是呢，会当见到这尊佛，安尼你就是可以往生。讲结罗伽苗尼，就是咧指过去七佛之其中的一叫做库那含苗尼佛，这就是过去第五尊。也就是现劫中的第二尊的佛，迦叶波如来顶护持真主。迦叶波就是咧指迦叶如来，就是指现劫出现的第四尊佛。迦叶波佛顶拄拄包，这个顶就是包括七佛如来。七佛如来啊，咱。在这个现劫，当这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呢，伊是最为上首，所以伊的功德种种妙香，分伽摩他比波舍那清净之水，二字沐浴。那么七佛如来，以及到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对于咱在这个经中，这些菩萨。来，因讲到释迦佛伊的过去，甲这七佛如来的关系。那么对于下面恁遮的文，咱等后下一处才继续来甲各位说明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。悉发菩提心，尽处于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清凉芳心，恍惚空气，今天是人。